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ina， 我现在超级兴奋的，因为呢，我要到台北去参加阿玛的相遇十周年小店铺。昨天在狸猫跟志明的频道上面已经看到小店铺要干嘛了，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阿玛限定周边商品贩卖。所以我今天这支影片想要记录一下，我到底到现场可不可以克制住不要乱买，还是说我会疯掉乱买呢？你们觉得会怎么样？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前往台北啦。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行李箱。哎、欸，你平常没有在开我后车厢，你在干嘛？那、啊、你不是装衣服而已，你干嘛拿那个？啊，我等一下要购物啊。购物要带那么大？你是要买什么？你要跟佩佩讲。隔壁那个人好熟哦，不认识，你是谁？哎、欸，你带行李箱，这不干我事好吗？好，你好夸张哦。哎、啊，就猫啊，你们家也有猫啊？是你的吗？不是，一眼就是你的东西啊。这个怎么够大呢？这怎么看都不够。嗨嗨，我好兴奋了，我昨天睡不着哎。要吃那个鸡蛋糕。要吃满满御膳房。你鱼干的鱼干好吃。我的口味哦。你要吃吗？好啊。你刚刚吃谁？我吃阿玛。你把阿玛吃掉了吗？好香哦！可怜哦！我刚刚说我吃三角，我把三角吃成两角。超过分！我又讲了一遍，怎么样？你就剪进去啊，奇怪。哎、欸，唱歌唱歌。他给我乖了。忘记了。一只，两只，三只，四只，五只，六只，七只，晚长。那么大只。我们家那个厕所外面的位置啊，然后下面28位。我直接买这一排，那我行李箱放不下。这个买了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当背景。哪一个比较可爱？都可爱。姐姐，哇，大才买！我带行李箱买。还有三二一 ，OK， 好了。去哪里呀、啊？过去壁咚他，你别笑，你干嘛转一圈？你为什么转一圈？壁咚他，圈。看镜头。应该可以了吧？应该可以了。这个超难决定的。说哎、欸，好像没有窗帘呢。是我们家的地方装窗帘，好理性。真的吗？你真的有很理性吗？好险这边只卖一只，因为昨天看影片说有七只，我以为好险。我想要拼今天的第一。我来看一下你买的商品哦，你买了两双窗帘哦，合理，你们两个人。这边是打那个跑
码，整组剩多少？整组。然后我有买 T 恤，然后就整组连上去。那件 T 恤超好，超好穿。我先离开。让他们买的，他买的，他买的，然后我刚买的。我来看，这个是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藿香，哦，藿香，藿香，对，藿香，很巧，藿香，真的做的很用心。这个汤比你是你的。你有在用牛排吗？玻璃杯，中层玻璃杯，它除了装饮料之外啊，还可以装糖果啊、饼干啊。过年的时候摆一排。超感谢你们来的，因为没想到台中啊，有时候可能口头答应而已，没想到真的来了，然后还这样子，谢谢你们。我已经买到整个牛排。冬冰咖，然后很热。你是要去逃难吗？我逃出去，在海上的时候打。天哪！他只是在房子的一个。你想要干嘛？我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。我真害怕。我今天应该会破万吧。因为它500块可以换一张卡，对，40张，好像 Costco 哎。对，在 Costco 买了什么？停车无骨牛小排啊，肯定是有和牛的，肯定是有和牛的。新城记啊，满的啊，38张，谢谢。就这两个人害的，今天这个就是两个人害的，绝对是 MVP， 没有比得过你的。好，非常感谢大家看今天的影片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啦。记得来玩哦，拜拜，乱七八糟的，装箱哦，还好啦，两袋而已。